所有生命原本都是一样的，有了名字才变得特别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从走进这间房子到今天，总共过去了21天。也许那颗星星就是为你而来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想你，我很难撑到你来找我的这一天。我需要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，只是不是你说的那种需要。如果知道自己即将迎来死亡，我会立刻向你求证所有问题的答案。这是刚才那个问题的回答吗？这个也是第一次。为什么要我毕业？你要做什么？是啊，有哪里变得不一样了？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我心甘情愿被你困住，不想拉你一起冒险。我不希望我喜欢的人受到伤害。这是你也一样需要我的意思。